是啊，实在是还好，现在已经解脱了。哎呀，这个在天人呐，你不用供养好车给他的，他们有神足通啊，想到哪里，眼睛闭一闭，就到了，对不对？他要拜访另外一个天人，眼睛闭一下，意念一动。他就到了那地方了，这是神主啊，他还需要你的劳斯莱斯车吗？啊，还要去那个啊 gas station，他加油啊，那根本不用的，他本身只是意念一动就到了，那个叫做意神足啊，意念的神足通。所以天人，你想想看。天上啊，你说，哎呦，供花总可以了吧？供很漂亮的花，你那个花啊，刚开始蛮新鲜的，以后它就会凋零，剩下一个花个儿。啊，北京话要捡拾，剩下一个花个儿。人家天上的花啊，是不凋谢的啊。是不凋的啊，永远还有光彩，还亮，还会发出真正的香啊，发香的。所以，单单天上界，单单天人，他的这个一切的食衣住行就已经很殊胜了。所以，我们凡间呢，做曼陀罗，做这个庄严坛城、坛场，其实啊。就是在表露我们做弟子的一种心意，你心里欢喜，活菩萨也跟着你的欢喜心产生欢喜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么他这样子啊，更可供养伞盖、船舫、牌坊、庙部、有灵的白佛。装满珠瓶、贝叶、芭蕉等物，随意安放，以彼诸物送奉之，即主尊真言。这有它的道理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奉之啊，是可以变化的。本来这个是很世俗的东西，但是你加上了这个奉。home，三个 home 字下去，它就变成殊胜的贡品，这个有它的味道在里面，密教里面才有。一般的供什么就是什么，但加三个 home 字下去，变化成为妙品。啊，师尊每天做供养，大鹏金翅鸟。旷野鬼神众，罗刹鬼子母，甘露悉充满。嗡嘛呢叭哈，嗡嘛呢叭哈，嗡嘛呢叭哈，吽吽吽，化师出去。这个吽吽吽吽，要观想这个甘露水上有三个吽字，每念一个吽字，要观想那个吽字在水面上。念三遍，把水洒出去，天天做的，这个就是说加持你的甘露水，变化成为妙供养，供养所有的啊一切的鬼神众，是一个供养。你加持了这个 home 字以后啊，它的供养就会变化成为妙品的，它有它的意义在里面。即主尊真言即诵嗡别扎萨婆罗那康，嗡别扎萨婆罗那康，以为供养。另外呢，他们在曼陀罗寺之外、东方等处，如次树立白及淡黄、黑灰、红杂深黄。绿色的八幡，供
献诸尊。另外呢，他有讲八番，也有讲十五番的。那么十五番呢，是为令诸方神生欢喜，令所有诸方的神生欢喜，故安立十五番。所谓地师则黄，偏入则黑。这个地师啊，就是第四天，用黄色的旗子；偏入天用黑色的旗子；夜天用白色的旗子；日天用红色的旗子；大梵天王用黄色的旗子；火天用红色的；异主用黑色的。所谓异主，就是阎罗王。离十天用灰色的旗子，各立四方；西方水天用白色的旗子，地神用黄色的旗子；毗摩直多天用黑色的旗子，轰神用绿色的旗子；北方毗沙门天用黄色的旗子，毗那亚嘎用白色的旗子，自在天用白色的旗子。他有讲这些天用什么旗子，是令十五番，就是立下十五的这个番啊，这个床番。另外也有八番啊，这是贡献诸尊的。我觉得啊，这个在供养方面呢，当然在密教的供养是比较殊胜，一般显教的这些供养不一定是说那么样子的，像密教的供养这样子的。因为显教的供养，我据我所知道，一般的寺里面呢都是很清很清淡的啊，用一点鲜花这个水果啊就供了，就这样子很清淡的这样子的供啊。香呢也就是烧檀香，或者是点一支香三支香，很素的。那密教的供养，他所烧的这个香用了很种种的这个像龙脑啊，像这些啊沉香啊，很多十种香下去燃。另外他点的灯啊也是密布很多很多的这个点灯。另外这个船方啊也是一样的，是布满很多色彩，很多色彩，很庄严的。但密教的供养还有变化，做广大供养以外啊，还要做观想，等于是像云海这样的一片很大供养。尤其做护摩，把实际上的供品入于这个烈火之中，使它燃烧，然后做一种最真实的供养。这个供品呢，一烧了是拿不回来的啊，烧掉以后它就不能拿回来了。像我们用那些宝物去烧，也都是烧了就拿不回来。这个是实际供养，我们称为这是实际供养。还有变化供，变化供养就刚才这个师尊讲的，用咒语加持让它变成妙品，供养所有诸天、活菩萨、护法、金刚跟空行。